你们同居室有新社员吗？有啊，社员就这里。一年级的呢？好新哦。哦，那边有一个了，上榜。那边有一个了，上榜。他说他有。其实他好像没有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。一个一年级的都没有。社团。他好像没有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有什么兴趣的。来来，运动有兴趣吗？拍照有兴趣吗？那个爬山有兴趣吗？跳舞有兴趣吗？那做甜点呢？可是他们好像已经结束了。是我会。是。可是鼎岩社好像没带生活背包。可是鼎岩社好像要面试哦，我记得好像。那帮去福利社当志工，有这样子可以过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志工。没有吧？对，应该是没有了。不然这样子。你喜欢吃是不是？红军社常常跟火神去吃饺子了。不要乱讲！什么意思？就免费饺子吃，对，免费饺子吃到饱了。会带你们去吃饺子。我们什么时候要免费饺子？免费饺子，免费煎饺，免费蒸饺都有。没有了，不要乱骗学弟。他可能不要讲钱，这样他到时候每天都要找火神要饺子。可恶！哎，我问你啊，我问你。就你们社团不是缺人吗？我问一下，你们还收社员吗？有问社长，谢谢大家，感觉他很不错啊。穿体育服那个，不然你们叫他下来，然后我每天请他吃一碗地狱拉面了。我跟老板娘拿。你可以去问啊。不是地狱拉面。不是你过来，过来。老板娘的新产品啊。真的哦。嗯。好吃吗？我很喜欢吃辣的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好像又把它解开了。我不知道，那我是应该买。哇，他听到我，你们讲太大声。你不吃辣吗？他说他不吃辣啦。真的不吃吗？很好吃呢。很辣哎、欸。可是很好吃呢。可是很辣啊。可是很好吃呢。再跟我讲。那好了，你吃了。手机简讯。好吧。不行啊，太辣了，受不了。红军社中间那两个学长学姐人都超级好的。跟着他们，然后你肚子饿就跟他们讲说，肚子饿了就好了。不掉、啊，真假的？开始掉，不掉啊！